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真正的男朋友。什么？抱歉，我不是你想象中的公子。我今天开车了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每次这个音机这样一发出，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我们俩有什么关系？我亲爱的弟弟。那叫哥哥。再叫一声。我说了，在公司叫我孟总。我真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我没想到，就谈个恋爱这么难。新瑶，我搬到你家对面了。这些不过是沈毅一时新鲜陪你过家家，你根本就不懂他。要不你搬到我家去？同居吗？可是我们才刚确认关系没多久，藏私蕴含取暖吗？错，是为了繁衍后代。繁衍不太好吧？又怎样？只要对未来还有满分的希望，爱情总让你先回家。